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停车一定要记得要付缴费哦，不然就像旁边那台车一样，轮子都被锁大锁咯。哦，拍了这么多乡村的这个影片哦，我们现在要今天要去市里面检查一套这个公寓楼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亚特兰大市里面的房子是怎么样的。OK。我们现在刚刚开过这个机场，准备要进到亚特兰大市里面。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这个 Atlanta Downtown 已经在前面了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Walking Dead， 就是那个阴尸路，好像有一段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，两个高速路上面都是车子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多废弃的车子，好像就是这个路口。我记得我刚来亚特兰大的时候，我总是觉得这里的车子很多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高速公路上面，如果可以仔细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，单向八线的高速公路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离downtown越来越近了啊，路又开始越来越塞了。现在已经在这个 downtown， 然后慢慢往北走， downtown 再来往 midtown 方向前进。目前现在还在 downtown 的地方，还是慢慢的塞车啊。我们看到单向八线，车速还是这么的慢，今天就可以知道亚特兰大不是农村哦。不要看到美女就让路 ，OK？ 看大家好，像我们验房的时候啦。今天不是农村，我们今天在市里面检查 ，OK？ 我们今天检查这一栋公寓楼 ，OK？Let's go。这种公寓楼检查最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 cross space， 路上可能还有妹可以看。真的要这样吗？这个频道是正常的频道 ，OK？ 这是 bonus OK？ 要不然生活这么苦闷，还是回去要剪掉？你老婆看到会有意见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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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想要阻止别人。是，质量不错，酷。哦，真的还不错。对。你看，高级的场所果然不一样啊。有圣诞节的感觉，好像要去会所了。
这样，我愿意天天都验这种方子。我也愿意。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阳台大的风景为主，我相信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Hello。工业风，你看它的屋顶，就等于是一个 studio。哦 ，view 是很不错。哦，很不错耶。真的是超级小。奇怪，我之前住的 apartment 800多平米，怎么感觉比这里大很多？因为他做了一个收尾啊，所以会让你觉得比较小。好，我们到东楼啊，跟到房子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其实也差不多，因为所有的房子不外乎水电气嘛。这个、对不对、嗯、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的水阀在什么地方，空调在什么地方等等。但是你看它这个很特别，它这个都是工业风，它这个上面我刚才本来以为是水泥，可是不是，它是灰板，直接拿钉子钉的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热水有可能是中央供的、啊。那我之前住的房子，那就是中央供。住的房子是美国的吗？美国的。就是，但是它是水费是包在 HO， 哦，不是水费，就是等于是 share 到整个那个社区。我找到一个，我本来觉得这个房子可能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这边都是 smart box， 然后空调的话，我们知道机器、冷暖气都是在，我们是热水炉啊。OK， 好小、哦。这个是电的热水炉，这个是电的 heat pump， 对，就是暖气。好，然后 condenser 这个。它是接到屋顶上面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到屋顶上面28楼去看一下那个空调冷暖制冷机外面的情况。OK， 你可以看到水表在这边都可以看到数字，降压阀、水阀 ，OK， 都还蛮这个 stable 的，都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。植物处理机在滴水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那个钉子，OK， 所以它这个植物处理机要换掉了。我一想打开就进步了。好了，来看可以。你要去个门吗？对，应该可以。它这设计不错，里面出不去，可是外面进得了。因为不换可能有人从28楼那个。我现在看到有很多机台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楼算是很有佛心的，因为它把每个房子的 unit 的号码都写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只要找到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
你的空调的那个管道啊，哎，怎么那个都没有包覆，所以它就很这个效能啊，很容易就流失掉了。我看那游泳池也是很大间。如果真住这边的话，就是真的忘了带钥匙，就真的沉下去。下不去，你只能打电话求救。来户。哎呦，好高哦，不行了哦，腿会软哦。哇，你看这大楼的游泳池很漂亮。那边是 Georgia Tech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，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是他们的足球场。我们来这个简单的市区导览一下。那边还有新房在施工，到这里哦，如果大家对我的这个频道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哦。好，拜拜。